你知道昨天有多夸张吗？他叫我们把烂摊子全部都丢给我收，哎，能者多劳嘛。你哦，你要把这种正面能量去散播给你其他同事。不是啊，可是他们不要这样子，每次想法都很负面。我们会因为这些人变成更好的人。跟我喊，我最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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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 ，baby， 你不要生气了，下一个咯。我妈怎么可以那样讲话？我又不是故意假日不回去。她可能真的是很疯狂的想你了。可是我就真的忙啊，平常有空的时候还不是常常回去。我要让你看我一下。好冷漠的女人呢。那我讲个笑话给你听好不好啊？一个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叫小黄啊，他就把客人载走了。你在看我了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学我？干嘛学我？我哪有你那么奇怪？我奇怪了，我奇怪吗？你很奇怪。真的好奇怪是吗？明天又是礼拜一了，又要上班，好烦。怎么了？主管一直找麻烦啊，我想离职了。好啊，别不开心啊，离职吧，我养你。今晚我抱怨一下而已啦。真的啊，我养你。真的？嗯。那我现在传讯说我要离职。哎，不用那么赶，我们先休息啊，今天这么晚了。好，那我再处理一下，有进度再跟 Celie 姐讲。好，拜拜。烦呢，今天不是假日吗？在吵什么啦？下个月才要执行的专案，现在就在急。哎，急什么？你说说看。菲利姐打电话来闹了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小杂货。好，不要生气。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很忙，所以我买小礼物给你。哒哒。哦，会挑哦，这颜色很 OK。然后人家都说生气容易变老，所以我又帮你准备了另外一个。现在在嫌我老是不是？当然不是啊，这是让你更漂亮。好闻的味道，嗯，好好吸收哦。好啊，你要这样说就随便你，反正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。哇，你跟妹妹吵架？嗯，她说我爱搞小团体，说我每次出去都不约她。哎，我每次约她就这个不可以，那个不行，现在来怪我，还要西西不要跟我出去。没关系啦，你再好好跟他说，我相信会好的。可是妹妹她会不知道。哎呦，而且就算这个世界都抛弃你，还有我在啊。因为我还是你最好，不管什么时候你都会陪我。